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天气比较好，老卡小卡呢早上起来就到外面忙活，因为老卡买了一个什么健身架，我也不懂。我呢就给他们准备早餐，看我今天都准备了什么啊。这个是水果，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打的豆浆，这个呢是蒸的鸡蛋糕，这个鸡蛋糕是用虾仁蒸的，里面是虾仁，然后是煎的饺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早餐了。然后一会儿他俩进来了就吃饭。小卡下班了。上吊呢，吊不上去呀，不过我会这个。嗯，这个我想吊的是挺长的。啊，我不行了啊！停，今儿累不？